六月中旬以来，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重庆等13省遭受旱灾，594.8万人饮水困难，403.4万人需要生活救助。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重庆、浙江、江西等省市旱灾持续发展。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民意庭庭长陈雪明等4名法官被爆料集体嫖妓。上海高院4号下午宣布，陈雪明等4人停职调查。另外，倪姓爆料人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，其中一名法官赵明华还养情妇，坐拥多套房产。7月30号到8月3号，受蒙古冷槽及午后热对流影响，甘肃定西市连续5天遭受雷雨、冰雹、大风袭击，降下的冰雹甚至大如鸡蛋。这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强度之大、范围之广、灾情之重、持续时间之长，历史罕见。据香港《明报》报道，英国国家档案馆近期将700多张香港历史图片上网，港府档案处历史档案存有当中280张，剩下的420张是首次曝光，当中包括1894年湾仔鹅颈桥名渠原貌，以及1890年的港岛全景等。经常也来电视整理报道。